鼠？哎呦，我是说那个跳叽叽叽叽叽，真的是帅鼠、你这个花痴鼠，还不如我爱的麦当劳大鼠嘞。麦当劳大鼠不太好吃，黑鼠比较好吃，对不对？啊？你说什么？有说什么吗？你竟然敢拆我台，奖励是还要不要啊？奖励应该给我的，你看我的演技大爆发，帮你拦住那些要来找你的人呢。而且，看我这么努力，是不是该给个奖励啦？我的奖励啊！好了，那你看这样怎么样？大瓜子，大松果，这样够了吗？够了，还有什么吩咐？请进行吩咐机。你这个贪吃鼠，好了啦。先别讲这些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走到哪里了吧。因为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快数喽！米斯特多拿金星发照顾伊怎么这么困难？我都快被榨干了，拿格鲁。哦，别瞎逼逼啦！其实我们也差不多快到啦。但我真的好饿哦，刚剪完花花草草，又一直赶路。你也太弱了吧！本公主的 Northern Lady 里面可没有 hungry 这个字。可能有一点啦。谁、各位，你们看，那里有一个刚掉在地上的果子，哎，它看来比我昨天吃的冰火菠萝油还好吃。你要吃不能吃点正常的东西吗？你这个马怎么这么神啊？你是怎样，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吗？啊？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么讨人厌啊？跟我认识的一个侦探很像。谁理你啊？我要去吃了。不要啦！他是我的。好脏哦，有没有洗过啊？谁理你啊？这人不能吃了。我是马。谁叫你要阻止我？对不起喽。米斯露娜，你有没有怎么样啊？你的衣服费。还要先还我刚打掉帽子的费用我应该是没怎么样啦，只是有一点点想睡觉了。没礼貌，打完人家帽子然后现在睡，睡什么？米兹多拿，不要再装了啦，是有这么好吃哦？它好像。真的死了欸，什么？怎么办？看来他是吃到传说中最毒的果实，可惜没如果了。可惜没如果，那这最毒的果实，他要解药吗？我想想哦，好像有一种菇可以解毒。叫做冠廷咕噜咕咕，你说冠廷咕噜咕噜咕？对啊，你身为蘑菇公主，对菇类应该很了解吧？我不知道啊。别骗了，想想米瑟多拿吧，他都要死了。好啦，我身上的菇种就绿属于冠廷咕噜咕噜咕，就是他长在我脸上。那既然你就是解药，快点救他！你不救。我就要自己来喽！我们家雄心菇，你安尼对待我？所以咧，土舅 or not 土舅 ？That is the question。舅，我舅。嘴巴打开了吗？
真的有效吗？我记得马的 size 跟人的好像不太一样。对呀、啊，他那么大只，剂量会不会不够啊？我的man 还附身吗？天哪！刚刚发生了什么啊？我只记得我好像睡了一觉。睡你个鬼啦！你害本公主丢脸丢到家了，都你啦！你搞我跑！欠打！不要跑了！不要跑！等等，你们看，那个是什么 ？The mark on the wall？哦，什么 mark？ 那个是我们森林里的规则标语。那本公主天生反骨，就是要违规，打我啊！难道我们又回到最初的起点？拍手。编号914，进去。我要。这里是哪里啊？为什么要带我来这种地方？我懂的。누구세요？街头混的，难怪这么凶。啊！你这书呆子说什么？不要这么凶嘛，让巧虎我来帮你们瞧瞧看。巧虎觉得你们要和平相处才是乖宝宝哦。根据刑法第23章278条，伤害罪使人受重伤者，1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呢。哎呦，都已经进监狱了。就不要在伤口上撒盐了。小朋友，张开你们的耳朵，仔细听哦。我来自可爱巧虎岛，最擅长照顾小朋友，全校儿最漂亮的一切。香港好味就是我，整座监狱要听我的。
每个芥末丝汉堡，全世界案件都属于我。放遍世界像淋的雨，魔法森林充满想象，顶尖侦探无人能敌，哄骗纯洁的心灵。监狱生活度日如年，摆脱枷锁向往自由，想逃离这地方。可是这里怎么还有奇怪的警圈啊？啊，爸爸爸，我跟你们讲哦，这个警圈可是我们动漫世界最新生产的，不管你怎么样扯都扯不下来的哟。啊，你在得意个什么劲啊？多亏你们动漫世界最新生产的产品，现在我们全部都被政府给控制住了，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不直接用枪逃狱啊？要是我们试图把它扯下来不违抗政府，就被电死。电死？所以你们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啦？为什么啊？你问我吗？我是因为抓错了犯人，导致政府以为我跟坏人是同伙的，所以我就进来了。都跟政府合作这么久了，怎么还会怀疑我呢？唉，我的话是因为我最近的工作真的很不顺利，现在的小朋友都不想要看我了啦，都跑去看那个什么抖音，还有那个什么 Baby Shark。唉，害我的巧莲志在今年就停刊了。唉，但是你们知道的嘛，人要吃饭的，老虎也要。所以我就把陶乐比。你把陶乐比吃掉？哎呦，没有啦，我只是偷吃他的便当。违反了乖宝宝的规则。哎呦，吓到我的小心脏了。哎呦，我怎么可能会把最好的朋友吃掉呢？虽然有的时候他看起来真的还不错吃啦。哎，先不要说这么多了。那你呢，猴猴梅，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对啊，难道是因为你请别人吃禁忌吗？哎呦，不是啦，该不会是走私？哦，不是，我都买台湾的。杀小朋友？难道你杀了可爱的小朋友吗？是啊，你们好吵啊！啊，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入狱？就，穿越师大陆。啊！太脏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你这样真的不是乖宝宝哦！穿越师大陆。我记得要罚500块，这样不就等于我再缴一次学生会费吗？哦，500哪有什么啊？500只会唱《挪威的森林》跟《你是我的花朵》而已。哦，再说了，我才不相信你们都这么乖嘞！你们也都应该有穿越过师大陆吧？哦，啊，没穿越过还算师大人吗？哎，不说这么多了，你呢，英炫靓女，你怎么会在这？我因为爱上了我们世界的男配角，违反了韩剧的王道原则，就被抓进来了。你们帮我评评理，谁说身为韩剧女主角的英萱就一定要爱上男主角呢？明明聪明的人都知道，男二才是真正的好男人，对不对，美丽？聪明的人都知道。不对，你还没有跟我说为什么你会被抓进来啊？我才不要跟你们说嘞！好，我这香港大姐大都讲了，你不讲我打你！别，我最怕痛了。就我梅林有次擅自控制政府官员提高我的薪水，结果国王就把我抓进去关了，我就再也都不敢使用魔法了。控制？该不会是控制心灵吧？太酷了，你可以试试看吗？啊，不好吧？你们要确定？应该啊，你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哼，才不是，
睁大你们的小眼睛仔细看咯，皮卡皮来啦，全部人开始叫芭比。Watch me， 我明明没有学不完，我根本没看过这个电影。Watch me， 要不要再来一首安可曲啊？哎呀，你干嘛啦？这样我的头发都乱掉了。如果我的欧巴突然来找我，会把我吓到哎。哦，再看，终于结束了。哎，不过你们刚好看到我摆出完美的45度角吗？哦，我就说不要用我的魔法了。你看，伤眼睛又伤我的心情，每次用魔法都只会伤了我自己。所有罪犯注意，从现在开始，你们有权利决定是否要接受政府的特色任务，完成任务者即可自由离开监狱。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特赦任务将在3分钟后开始，决定接受任务者，请在这段时间内从侧边大门进入执行任务区域。但要是无法成功完成，参加者就会被遣返回原始监狱。啊，爸爸爸，这该不会是政府的阴谋吧？像之前国王就跟我讲说进来有甜点吃到饱，结果竟然是什么鸟不生蛋的监狱啊！但是。我还会选择相信政府一次，毕竟我这种善良又天真。丢嘞，烧麦，这么好的要求，当然要接受啊！我还想赶快回香港喝冻柠茶呢。为什么我离开了原本的世界还是这么惨啊？不过我是不是只要参加了这个任务，就不用待在这个鬼地方，可以回去找我的欧巴了？哎，你们说的这些听起来都好吸引人哦。可是我们还是不知道特赦任务是什么啊！台下的小朋友们，可不可以请你们告诉我们特赦任务是什么啊？可不可以吗？哦，各位，在你们哀叫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还剩30秒，你们走不走啊？走，好，那有一扇大门呢。当然要走，哪次不走？我出任务从没失败过。哎，你们都要去吗？那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出发去冒险喽！哦，你们很幼稚耶！哇哈哈！欧巴，欧巴已经不在了，大家怎么都不见了？哦，你等等我。太快了，你不怕突然有人出现把你处理掉吗？嘘，你们都先不要说话，让巧虎我来帮你们瞧瞧看。第一项任务，照顾小孩。这感觉蛮简单的呀。任务名称：恶魔奶爸。在这项任务中，罪犯必须在时限内让眼前的恶魔之子敞开笑颜，且必须确保婴儿的安全与健康。以上，众人一同大声说出暗号后，即开始任务。佳佳，佳佳，讲出来。佳佳。现在开始倒数计时。啊！什么幼苗？什么恶魔？欧巴，我好害怕哦。他刚刚说第一项任务，意思是说这项任务之后还有其他2、3、4、5项任务吗？他哭了！我天！这鸽子
太难听了，又是狮子王重练。难道说这个家伙也会有暗黑魔法，是黑暗大法师的师祖吧？哦，哭那么大声，小心违反噪音管制法，到时候被罚钱怎么办？哦，到紧要关头就不要管那么多了。因为香港迪士尼乐园，他哭更大声了，谁快想想办法？欧巴啦，欧巴，欧巴，那去想想办法嘛。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恶魔之子有可能会笑吗？小婴儿的哭声简直杀红了眼，没有人能够承受超过三秒钟。我好想逃，危险的小丑想哭到爆，我们何时才能走？不要让他脸变更丑。哎呀，他看起来饿到不行，快点拿奶片去喂饱他吧。娜娜米亚根本没有变，哇塞，谁都无法弥补。妈妈米亚，大家都没办法，恶魔你就笑一下吧。不想看到他的苦脸，难免人难避开危险。 Oh my， 掉进这个无底洞，别怕大家，方法一定有。小孩心思猜得透，哇，吵死了！既然那鬼政府说不限制手段，他要干嘛？他拿烟了！小子，要抽一根吗？哦，圣诞姐，你这样做是在残害国家幼苗。白痴，我这里面包的是巧克力。啊，好可惜哦！我原本想说要抽抽看的说，哎，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要抽卫生纸，因为我偷吃陶乐比的便当丸，要擦嘴巴。台下的小朋友，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吸烟是有害你们身体健康的哦。哦，是哦。啊！这小恶魔居然打我！我都可以哭三小朋友死命的。如果我的欧巴在这里，一定可以马上带着我完成全部的任务。哦，梅林，你不是会控制心灵？赶快让他变乖宝宝啊！班里，不行，我的魔法只能控制有意识的成年人，对小宝宝跟那个动物是没有效果的。还有，那就让我来试试看啊！阿德，阿德，哎，对呀，这个没敢用，哎，掉了，皮卡皮呀，不不不，哔哔啵啵，啊，啊，皮蛋了啦！哎呀，呜，用小亮歌声开始现场演唱。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你说你好累。我就说不要用我的魔法，你看你唱那么难听，婴儿又哭了，那现在是要怎么办？多凶哦！妈妈，这小孩长得也不帅，我干嘛在这里看这些奇丑的人啦？哭了都。我明明就侧脸还是很美。哈？哪里美啊？让巧虎我来帮你瞧瞧看。嗯嗯嗯。哦，我觉得你的脸跟脑袋都需要给医生瞧瞧看呢。哎，怎么办啊？这是小婴儿一直哭，我们就没办法完成任务。难道我们要一直留在这里了吗？对，你说的没错。哎，我记得你不是很喜欢在电视上唱唱跳跳逗小孩子开心吗？你应该有办法吧。哎，对耶，
我的工作不就是让全世界的孩子都开心起来吗？但我需要你们的帮忙，大家一起力量才会更大，你们愿不愿意帮我？愿意。好，那请你们动动你们的懒屁股，跟着乔乌哥哥一起唱唱跳跳咯。老师，音乐请下。快来，要开始了，哒哒哒，大家一起来吧，哒哩哒哒，一起来玩吧，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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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耶、yeah, ！我们成功了！哇！我想着跟你打个笑。恭喜各位成功完成任务，通关评价 B 级。啊 ？B 级？不会是 below average 的意思吧？这样 ancient 的 Asian parents 会 blame me 哎、欸。哦。啊？为什么突然开始说 English？ 啊，我知道了。因为你是音炫啊，是英文很炫炮的音炫。下一项任务将在十分钟后开始，请罪犯们在时间内移至下一个任务执行场所，入口在你们的侧边。还有任务，哎，我们快走吧，我想赶快逃离这鬼地方。好。既然恶魔之子都已经出现了，下一个任务肯定更艰难，终于要轮到我出场了吗？但是这个政府真的有想让我们出狱吗？其实蜘蛛不是昆虫哦，它只是节肢动物而已。哦，谁不知道啊？第二项任务，猎捕野兽。野兽？哦，我只知道 Beast 而已耶。该不会现在就是在甄选美女野兽的女主角吧？任务名称不受控制。在这项任务中，罪犯必须活捉隐藏在丛林中的食人野兽。为民除害。以上，祝各位执行任务顺利。啊，不过这个丛林这么大，我们应该要从哪里开始瞧瞧看呢？哎，你不要学我啦！啊，话说他刚刚讲到食人野兽，该不会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大师兄吧？阿尼亚，大师兄是师大学生的好朋友，他才不会吃人。阿尼亚，哦，嗯，爸爸爸。太衰了吧！先是个恶魔之子，又来个食人野兽。哎，等一下，这食人野兽该不会是传说中的花花漂亮亮、垃圾臭妈妈、大雨哗啦啦、手电筒亮光光的夜光闪亮的复仇鬼吧？浓雾笼罩。地面奇怪声音在回荡，江川神秘的传说，毛骨悚然的事情迎面而来。受诅咒森林，害怕吗？动作敏捷如闪电，身影无踪。迎接我们的注定是死亡，无法回头。听见吗？是吼叫声，是脚印。他该不会就在我们身后吧？我的头顶
身后快出来。照这个脚印的大小形状来看，这好像就是我们要找的野兽脚印呢。哎，不错哎，你也很会瞧瞧看哦。那我来追踪看看，上装备。赐予我神奇的力量吧，小蓝头上的脚。小蓝脚。这个小蓝脚反应了。照这个脚的探测来看，我们要找的这个野兽应该是往这边走的。哎，它怎么一直掉啊？太重了，这么重啊！小蓝脚，小蓝真心。哎，有精灵啊！哪里？你们看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是野兽。哎，你不是动物吗？快去跟他沟通看看。好，我试试看，也许我们都是猫科的亲戚呢。怎么？我的喉咙有点挤挤胀胀的，叫不出东西来。哎，别担心，我这边应该还有硫酸锑。一滴顶来配温开水，十分钟咳嗽 out， 非常有效的药，赶快喝。哦，我相信少金一定可以让我叫出来的。少金，我再试一次。少金怎么没有药？他是用啥？我不知道，我听不懂，我已经被人类驯化太久了。没办法跟动物沟通了啦。既然这样，你这个野兽来跟乔武哥哥一起唱唱跳跳吧。哦，好痛，好痛！想发脾气？看我的十大第一腿！谁会正副会长？大声公民投票，全！最后再请他吃一颗冷掉的冰火菠萝油吧。冷掉冰火菠萝油，不就是一般的面包了吗？那我不买了。哦，哎，你小心一点呐、这野兽有可能只是先装死，到时候再来个绝地大反扑杀。好重啊，他好重、没事了，你想太多了。要是他真的爬起来啊，姐罩你。不是说那么多了，赶快把他抓起来。好，我这边刚还有绳子，我马上把他绑起来。乔虎想问一下，为什么你这么刚好会有一条绳子啊？因为音炫平常喜欢玩绑起来的那种。先不说那么多了，赶快来帮我啦。看不出来技术很好，算差一点点啦。不要知道。恭喜各位成功完成任务，通关评价 A 减。才 A 减，拜托给我们 A 减嘛！接下来，请罪犯们尽速由旁边的大门移动到下一个地点，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哇，剩下最后一个任务，那我们还在等什么？我们赶快出发了！刚刚处理那只野兽真是累死我了，赶快来一杯丝袜奶茶补充体力。你为什么会有丝袜奶茶？是香港的名产吗？哎呀，不要管那么多了，多得是你不知道的事。对啊，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是真的丝袜，哎，聪明的人脑袋都
了都。哎，不过你们知道吗？其实丝袜可以有效对腿部施加一定外力，能够有效减少或防止腿部出现静脉曲张的现象哦。第三项任务：夺回机密文件。任务名称：怪盗多德。在这项任务中，罪犯们必须由前方的保险柜中夺回被有心人质偷走的机密文件，并归还政府。机密文件，竟然要连我世纪大侦探都不知道的事。藏在保险箱里的文件，该不会就是欧巴写给我的信吧？我一定要拿到。只是我们该怎么拿到保险柜里的文件呢？以我闯荡多年的经验来看，这任务不简单啊。嗯，要用枪吗？哎，别！我梅林最讨厌暴力了，我们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吧？啊，阴线最擅长抓住男人的心。让他们被我迷倒了，在他被医学迷倒之后，你们就去把保险箱里的文件拿出来 ，OK？ 好 ，OK， 收到。等等，我快去快回。안녕하세요，小姐，不好意思，这里保管的机密文件，闲杂安等，不可以靠近。아니야，我只是想说，你站在这里很久，也辛苦了，想不想喝一杯冰凉的丝袜奶茶？哎呦！这么一说，确实有点口渴。要喝，跟我走。好吧，就休息一下。哇！没想到丝袜竟然真的有用，隐身实在是太厉害，看来我有新师傅啦。哼，就说了，不要小看丝袜的力量。我们管事现在去把保险柜打开。啊，好。怎么打不开呢？难道是需要密码？哈？可是密码会是什么啊？鸡斗啊！啊，英雪，你回来了。你有没有从那保镖口中套出什么？啊、哦，有是有啦。那个保镖跟英雪说，密码就藏在这栋建筑物的其中一个人手中。是吗？至于是谁，他还没有跟英雪说，就被我的丝袜奶茶给迷倒了。哈，可是被迷倒不就不知道谁持有密码了吗？哎，我们到底能够怎么办呢？梅林，你不是很擅长控制人的心理吗？对啊，轮到你上场了。不行，万一这次又被国王发现怎么办？我已经不想再被抓去关了。那是在我成年时，自私自利，结果让他人不敢靠近。自责从此在我心中失去自信，从此鲜少使用魔力。别在意他人的言语，我知道你已经反省，试着相信自己。这里那个人不是没有犯过错，特别是当你已经迷失了自我，有做错事败过，但是不讨厌自己。This is me。你能够成为大家的依靠，想得太多反而把自己绊倒。不被恐惧击退，我要做回我自己。This is the one。原来机密文件密码就是机密啊！哦，
们成功了，要不是因为你们，我也没有办法找回使用魔法自信啊。哎，机密文件的信封上有写字哎。嗯，上面写请打开。还在等什么？快打开看看。我看不懂中文。啊，不对啊，你一个日本人，一个韩国人，怎么看得懂？翻译局了。好，那我来试试看。各位罪犯，恭喜你们成功完成三项特赦任务，你们离重获自由的大门已经不远了。回家，等一下，等一下，后面还有最后一项任务——自杀突击队。罪犯们需从在场的无人中选出牺牲者，进入左侧大门，代替大家完成原本的行程。那你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政府不是真心的要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吗？可恶，我们一定是被政府给骗了。嗯，爸爸爸，我之前就说过，这该不会是政府的阴谋吧？哦，政府真的很坏耶，怎么可以欺负我们善良的老百姓呢？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那我们该要选谁出来当牺牲者呢？嗯，应该不会是我吧？无辜乖宝宝应该不会被送去牺牲吧？你们不要杀我！如果你们杀我，我的欧巴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他可是职业军人。哎呦，嘴巴闭闭！一直欧巴欧巴的，烦死了！哼，只会诱惑，说白了就是只能靠别人的花瓶。我看就牺牲他吧。你怎么那样说啊？要不是音炫，你们刚刚根本过不了保镖那一关。而且跟某个吼不出来的猫科动物比起来，才华美貌兼具的音炫根本超强的，好吗？哎，你怎么可以说这么残忍的话？我只是说，有人在整个解任务的过程中都很没有用而已。你才你们、要说谁最没用，好好卫才都一直在角落抽烟，如果让他留下，我们都得一直吸二手烟。会得肺癌耶。啊，你是哪只眼睛看到我都在抽烟没做事啊？而且抽烟是惹到你是不是？就说里面包的是巧克力，你这个小蓝脚。我看你才是静脉曲张的疯女人吧。说我静脉曲张，我跟你拼了。你们不能打架，要当乖宝宝了。乖宝宝，当乖宝宝。又在乖宝宝，给我嘴巴闭闭。过气怪猫、啊、那个小杂货竟然说我过气、啊、我要跟他拼了。打我啊，打我啊，来啊来啊，谁怕谁，好怕、啊、踢你脸、我今天不把你头发扯下来，我就不叫家伙。不要真的扯，把我脚全部都不要给我吵了，皮卡皮拉拉，全部人低头闭眼睛。银雪，你看看你手上的绳子，不就是我们一起用来制服野兽的吗？可是我现在眼睛闭闭，什么都看不到哎。哎呦，我忘记了啦，你们可以把眼睛睁开了。银雪，你看看你，这不就是我们一起用来捆绑野兽的吗？马家，我还记得啊，而且那个时候好好为的。师大踢腿、哦、真的超帅的，害我金英轩都差点晕眩了。哦，既然学我的谐音梗，你在学就等着被我瞧瞧看。哎，是你才在学我吧。好了，不管是谐音梗还是瞧瞧看，都是这趟旅途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你靠着唱唱跳跳让恶魔之子笑了，你为我们解开谜底，我们一路上都是靠着大家的扶持才走上来的，我们真的不行继续闹下去了。好，好啦，嗯，对不起，我要跟你们道歉。我之前一直说要和平相处，结果自己才是做不到的那个人。抱歉，我不应该一时冲动就伤害你们。没错，我也要道歉。都出来混这么久了，竟然还会做出这么不讲义气的事情，真的是抱歉了大家。如果没有你们，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留在这里啊，平安呢？而且，好好喂，你的施打地腿真的好帅哦。
点点而已啦。小事啊，你丝袜也蛮猛的。我丝袜也是。对啊，大家要一起相亲相爱，才可以完成任务。对，也是因为你们，我才能找回自信，重新使用魔法。刚刚才气上头，直接控制你们走向左侧大门嘞。还好后来忍住了。啊，他刚说什么？好啊，虽然我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只要同心协力，一定能让大家都存活下来。芥川龙之介有说过，每个人虽然都只是一滴小水滴，但是只要聚集在一起，就能汇集成海洋。哦，没想到你这有变装怪癖的书呆瓜子，竟然也能讲出这番大道理耶！啊，等等，美丽，你刚刚是不是有说什么？我说你能够讲出这番大道理啊！不是啊，我是说上一句。哦，变装怪癖的书瓜子。不是，算了，你刚刚说控制你们走进左侧大门。哦。对啊，文件上面只有写说我们一定要有人走进左侧大门呢、啊。嘿，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一起走进去啊。没错没错，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被丢下才对。好耶，我们有救了！可是，左侧大门不是给牺牲者走的吗？只能赌一把看看喽。哎，你们走不走？走，都共患难过了，一起走是应该的。好，我也加入。不管到哪里，我们都是好朋友。哎，莉亚诺，走不走？好，我们一起面对。哎，等一下，等一下。干嘛？我脚好酸哦，可以正常走就好吗？好的，耶，不够，有点害怕哎。好啦，走了啦。哎，难道我们成功了吗？啊，这里看起来不像监狱啊！难道我们在做梦？很痛哎！你在干嘛？会痛，太好了，不是做梦。啊！你要测试，为什么不打自己呀、啊？打开了。好了，你不要在意这么多了。恭喜各位成功完成任务，通关评价 A 加。A 加，哇，这么轻松就让我们拿到 A 加，啊，难道是选到良客了吗？特色任务已全数完成，释放罪犯条件达成。哎、欸，你们刚刚怎么都没有看到那边有一张纸啊？我戴墨镜，我看不到、啊。哎、欸，好，那我看一下，让我看。哦，上面写。本特色任务的目的是要测试你们是否有教化，重新成为良民之可能。恭喜罪犯们通过所有测试，为自己争取到出狱资格。好耶！我们可以回去了。我一回去，要马上去找我爸。阿布有小的恶魔。考验，从前我们都不互相识，但是现在我们有一次，因为有你在，我才能离开这，虽然要分开，心里充满不舍，想到山下火海，都为了这一刻，现在还期待，我们要出狱了，路上哦哦哦，歌叫耶耶耶。Let's go！ 从今以后，监狱不再束缚我。明天之后，我就能获得自由。走到最后，请你也别忘记我。智慧不够，到底谁能教我怎么办？凉拌炒鸡蛋。Two, one, two, three， 可爱的巧
永远都不认输，会让我很坦荡。我不邪恶，就是几万人民，我们都是最下不明或遗憾。都是我这点菜，因为有你在，我才能离开这，虽然要分开。地理中满不成就到山下火海，都为了这一刻，现在还期待。我们要出去了，哦哦哦，耶耶耶，哦。之后我就不会再见到你们了吧？我一定会一直珍藏这一份回忆，永存在心里。我也是，和你们相处的这段日子，我过得很开心。那我们就有缘再见了，大家各自保重。安妞，不好。阿妮，你怎么回？你打什么回应？打飞机啊！啊，我也打飞机耶！是的。我等下直接回宿舍。没有买免税的商品。啊、你该不会要买免税的烟吧？瘦两条应该的吧。所有罪犯请注意，现在开始，你们有权决定是否要参与特赦任务。天哪，难道我们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了吗？拿掉我脸上这丑姑了啦！好啦，那我先去敲门。过来要小心一点，乌衣什么人啊？你好啊，各位！你好啊，各位！等你们很久啦！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我就用这个水晶球看你们的啊！我从你们进来森林的时候就知道了。你好大的胆子啊！敢监视老娘！那为什么不在我们一开始遇难的时候来救我们呢？我们差一点死在路上耶！那还不是你自己贪吃，
还好死不死吃到那个最毒的果子。啊，好了好了，不要废话了，五一，你快点帮帮我，把我脸上的冠廷咕噜咕噜咕处理掉啦！你看，我也要，我也要，我才不要有一个马的下半身嘞！哎，明楚明楚，我才不要当不会飞的精灵嘞！我要看到金星发的名字出现在精灵族谱上啦！啊，你不要吵，我先，我先，我是少数民族的。好了，都别吵了。喂，你怎么在这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你怎么会说人话？我为什么不能说人话？还不是靠我给他的翻译瓜子。哦，那你既然有办法让一个松鼠讲人话，就一定有办法把我们治好吧？哈哈哈，我当然可以。Yeah. 但是我不想。哎呀，臭老头，你该不想多赚点外快吧？你放心，只要治好本公主，我就给你数不尽的珍贵药材、金仙菇类。哎，你如果治好我，我就给你金星发100元折价券。这什么烂礼物啊！100块连3个 Mr. Donut 都不够买。你如果治好我的话，就给你1年份的 Mr. Donuts 哟。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哎。喂，不是啦，但你们不用被治疗啊，你们现在的样子就是你们最好的样子了。我走了41万5973次不来找你哎，你竟然拒绝本公主的要求，更何况你也没有 textual evidence 来证明你的所谓最好的样子啊。谁说没有？你想想看，这一路走来，你们不是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度过难关了吗？像是米斯特多拿，正因为你有马的身体，才能以超快的速度冲向火海，将金星发救出来，不是吗？对呀，而且金星发因为你不会飞，所以才有别于其他的精灵守护者帮我守上家园呢。潘尼西林，你也是这样，因为有你我才能捡回一条命，不然你们就要死马当活马医了。正是因为你们的缺点，才让你们克服一路上的重重阻碍，所以你们其实没有不完美啊，你们只是还没发现自己的优点。本公主是还没能完全接受自己的缺点啦，如果是为了救治中毒的人们，也还可以接受。更何况我的菇还有滋润喉咙的功能，比那个什么烧精好太多了啦。哎，那我要帮助森林里的弱势族群得到我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认同，就累积在精灵族谱上。那我可以拉着马车带你们到处探险，不然明年我再载你们来找巫医喝酒，哦不，喝茶好了啦。好呀，那我也会准备送你最好吃最好吃的滴滴剂。看来药效又快要到了，我要再去制作翻译瓜子啦。我们也该回去我们原本住的地方了。好嘞，那大家我们滴滴。你这鼠辈，不能讲点人话吗？好啦，好的哟，那大家我们明天见。哇，很快的，竟然就到了我们2024英语之夜的尾声了呢！别碰我的翅膀！相信今天的表演，哇，一定让大家非常的印象深刻吧？那这边就让我们邀请这次和我们一起完成这趟旅程的伙伴们，一起上来和大家见面吧。等一下，想麻烦借一下大家的双手，为我们这次的工作人员们献上最大的鼓励哦。首先，让我们欢迎为我们音乐开场、潮热舞气氛超级 hot、无敌炸场的大三五。
再来，让我们邀请横跨在两个世界间，由不同故事交织而成，带给我们难以忘记的 Interweaving Blooms 的话剧鼓。这次音乐之初为我们整理各项幕后文件及开会记录的总务行政股，还有在各大表演中为我们制作超级精美的道具以及宣传单海报的重要工程美宣鼓。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在各项表演前除了为我们展现非常高品质的宣传片外，还帮助我们操控灯光、音效等设备的气色鼓。再来，让我们欢迎作为我们今年音乐的门面，为各位宾客代位处理抽奖事宜以及各项赞助的公关股。截然不同的两种舞蹈，点亮今年音乐舞台，为我们展现了另类面貌的舞蹈鼓。接下来还有在今天的各项表演及中场休息中，我们还有带来寻找巫医的森林冒险奇遇记的主持鼓。的尾声，我们还看到了来自各个世界的人物，他们凭借合作逃出监狱，但最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的音乐剧鼓。等一下哦，我闻闻看，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哎，好像少了点什么。那就让我们一起瞧瞧看。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我们漏了两位管理森林中大大小小活动，还有统整所有事情的两位管理员吧？管理员。这不就跟我家楼下穿着吊嘎露着上半身的阿伯一样吗？哎，他们可是整个森林里面的麻辣天后耶！好了，
所谓嘛。那我们就别废话了，让我们欢迎宋长福耶。大家好，我是这次2024英语之夜的总筹邱维伦 Kyle。 我是洪玉琴 Amber。 好的，哇，大家掌声好热烈啊。 OK， 好，但是呢，在这边还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就是在我讲感言之前，可以请大家再为我们身后这一群工作人员献上最热烈的鼓掌吗？的，那其实这是作为这次音乐总筹之一呢，其实我觉得我最想感谢的真的是我身后这一群所有的伙伴们。因为像我们从去年九月第一次开会，然后只有我们两个，然后到后来找到了一群鼓掌们非常的给力，然后呢后来又找到了一大坨这么厉害这么精英的鼓员，那其实然后再透过一次一次的开会，一次一次的验收，最后大家呈现了一个这么完美的舞台。那其实我觉得给这个舞台最大的回馈，其实就是我听到台下一直在很多的尖叫声，很多的笑声。那这让我知道说，哇，这次呢大家的努力真的都有回报，所以真的很想要感谢，就是在场来今天来莅临的各位，还有身后的这群工作团队，因为我觉得没有他们，我没有要哭，不好意思，对，因为没有他们，其实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这场音乐存在。所以呢，其实我真的很想要谢谢他们，因为毕竟我觉得在英语系的课业相对比较繁重的状况之下，他们几乎是很多人都是我看到可能礼拜一二三四五甚至有六日都还要出来练的，几乎是没有时间在练习这些，没有空闲的在练习这些东西。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看到的都蛮心疼的啦，就是因为觉得说他们都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只为了展现给大家这次三个多小时的响宴，希望大家有好好享受到。如果大家呢因为今天的这场音乐有感受到开心，有感受到收获了些什么，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整体工作团队最大的回馈以及最大的回报。谢谢大家。就像Kyle说的，就是我们这个表演筹备了接近半年，那即使今年不是作为一个表演者的角度，那刚刚在舞台下的时候，就是也很替他们感到很感动，就是当他们表演完的时候，然后也很替他们感到紧张。对，就是还是真的很感谢台下的贵宾们，但也最最最感谢我们身后的这一群工人们，谢谢。对，哪怕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表演，就是哪怕少了一个人都不会有现在的表现，就是在舞台下看他们的时候，真的觉得台上的每个人都在闪闪发光，就是在台上的表演者还有幕后的工作团队们，我觉得都是我们今年英语之夜最珍贵最珍贵的收获。好，那今天的英语之夜呢到这边其实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那今天很感谢各位的到来，那同时呢也让我们期待明年的英语之夜。最后2025英语之夜，我们明年见。